没问题啊。阿家顺嘞，刚好伫厝诶。啊，有啊，伫咧楼顶。哦，那呢，我先去伊厝伊啊。哦。文章，那看起来安尼鬼鬼祟祟啊。妈，我那闻着一种，敢那是，啊，浸白骨迄种味。 还是咧咸物件，隔壁敢不是咧咸啥物件？做芳的呢？哦，来，你别想。哇，香草鸡，哦，我爱食的饼干，阿公，你哪知我今仔就想要食这個？当然嘛知影，哎，自从猫变形育儿魔人了。 受诛监管公对孕妇不好的物件都不准你吃，我就咧想，你即马一定要准备啥子啊？是啊，刚刚这压力就大，妈妈是育儿魔人，伊亲像就是魔鬼班长，就小看空的所在，伊就不准我去，那无就是伊还不我去。我只要感觉，我就是一个犯人，这个家就亲像是监狱同款。 我逐工都在数馒头，在算讲我什么时阵才会当卸货，才会当出港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阿妈就跟我同款嘛，紧张大师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最近哦就想办法较早回来陪你。阿妈那边我甲讲者，叫伊莫让你这么大压力。老公，多谢你。啊，阿姐妈。 可能请你坐好食物件，压力全消。今嘛，咱们先开始吃。来，拢会啊。我爱讲咸酥鸡，咸酥鸡一定要趁烧食。给吧。我胖。文章，你要什么？我给你预备。哦。盐酥鸡饼干，这啥物件啊？妈。 这就是我无想要分家，要甲文珍姐想要甲你吃，就摕起来，我家己要吃。你要吃？嗯。呵呵，你也无介意吃这个物件啊？嘉纯啊，是不是你想要吃，所以你叫文珍要等候你吃呀？啊？不是不是，妈，那有可能？我就知影你不准我吃这物件，我哪有可能去叫文珍要我吃？无。对啦。所以真正是文珍想要吃的哦。对啊。 这江苏鸡我芳的嘞，这我袂食的啊！哦，文章啊，安尼就是你唔对，你想过真理嘛？你刚才今麦只要存哦，想要食物件的时阵，啊，你搁刁鬼要食物件，摕在伊面头前食，哦，你安尼唔对啦，嘉纯啊，不要紧，我替你哦，把遮所有物件全部消灭掉。 我绝对哦，袂让文章伫你面头前做这么残忍的代志啊！哈，妈，干嘛？文章吃我不要紧的，真正把。无啦，这物件无好，你也是卖吃了哈。我先去客厅哦。哦，做什么？啊。老公，你一定要赶紧替我想办法，我出去透透气，那我俩俩袂出事，真正我都要气死啊！ 无代志，无代志哦，乖乖乖。老婆，我跟你讲，够济。因为草莓大福，我伫你有上爱的面包店买，先食先。啊，老公，草莓大福，我就知影你上爱我，哦，就久无食，哦，就可是草莓子，哇，嗯，就我就忙，哦，大家吃，大家吃，都莫急哦，哦，乖乖乖乖。